这会儿俺婆熬菜，我捞俩香油瓶，我俩干地了，干地不多，回来俺婆说。也在这儿西北的，我也是西北几千多公里，换做换做八公里这边十公里的。陈建郎，一二三，陈建，陈建，一二，陈建，我。这话是香油饼，上个铜盆往锅里吃呗。这酱锅烧挺好吃吧？嗯。那这个瓜也挺好吃啊。嗯。香油饼吃吧，嗯，香油饼可以大锅开，可以。我这是泡泡的，嗯，我来没来？从哪吃吧？那不我把不我泡出来，我也泡出来，嗯，尝试一下泡外的感觉，大锅菜泡香油饼。吃越吃越香，是吧？嗯，嗯，就是。